就说你看到熊猫小姐的时候，就看到你的自己的孩子，你自己的小孩，就给你一种爱不释手的那种回忆，让你走不动路的感觉。我们总结来看，大熊猫其实繁殖领域方面就有三个难题。第一个就是发情难，第二个是配种受孕难，第三个是鱼幼成活难，这三大难题。实际上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时间把这个三大难题给解决了。提高以后，所以所有的熊猫存活率高达90%。你知道熊猫我们在人工的环境下，繁殖的熊猫是不能直接送到野外去的。然后我们来培训，把这个不让它有对人类有依赖，这是我们的第一要务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到，我们得伪装。那伪装成什么呢？所以我们想来想去，我们就把自己伪装成熊猫，那它的眼里就只有黑白两个颜色，黑白的动物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还要教会培训他们识别天敌呀，识别不同的声音啊，不同的环境啊。那个我的第二项工作不知道还要花多少年，但是我一定要坚定信心做下去。Papichi, comment ça va?